傾傾啲誒銀行股啊，就問渣打2888啊，咁咧就阿中途嚟噶，佢就話佢未有貨嘅，可唔可以加入組合咧？前景點睇咧？銀行股我覺得未來呢即係半年嚟講，個投資組合都應該係要買嘅。咁、但係幾可惜就話去到如果呢啲位置你先追咧，有少少係高一啲啦。之前我都有提就話銀行股啊，即係過去嗰兩三個禮拜有段時間係插翻落去，譬如渣打都曾經回翻落去52.2咧。咁嗰啲位其實真係好好嘅機會去買。係，因為我都講就話你加息呢一個嘅即係方向咧就好明確嘅，就擺到明而家呢個利率咧就一定唔係一個高位嚟嘅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計而家香港 high 波先得個0.1几、0.2几咁樣，咁嚟緊我唔使話多啦，去到年尾我假設去翻1厘樓上咧，咁基本上啲銀行股嗰個業績咧，去到下年就會明顯反應嘅。係嘛？咁大家之前又唔係啊，驚可能啲衰退啊，擔心啲貸款質素。當然你話歐美銀行咧，可能會有呢啲concern，特別可能本身啲歐洲銀行俄羅斯業務佔比較多咧，個影響比較大。咁但係渣打就相對嚟講咧，俄羅斯佔比就好少嘅。咁另外你話歐美嘅業務亦都佔好少，大部分都係亞太區，特別香港呢邊。咁所以我覺得佢都算係一隻幾穩陣嘅銀行股。始終香港大部分嗰啲銀行喺批貸款嘅時候咧，之前嚟講都好謹慎嘅。即係如果你過唔到佢啲即係 credit check 啊嗰啲咧，根本上借唔到錢俾你。咁所以就算你話啲咩壞帳咧，其實對於本地業務嗰啲銀行咧，個影響就不會話太大，OK， 咁所以我覺得呢只股份就可以趁佢回調嘅時候咧，可以買翻啦。匯豐亦都係啦，即係呢兩隻銀行股，我覺得喺未來呢半年嗰個走勢咧，應該都繼續係會 outperform 嘅。但係其實睇圖就升穿曬啲移動平均線㗎啦。咁你話回一回先買渣打，應該咩水平買比較即係舒服咧？又我會等佢可能回翻落去57元左右啦，係咪57元留下啦？咁因為始終你呢啲位置有啲尷尬。係啊，點解咧？去翻譬如你話二月份個高位啊，大概60元咧，正正係一個大嘅阻力區嚟。係咁，如果你60元嚟緊呢啲位置追，咁你上邊你睇翻可能之前高位61.几啊，咁你個即係空間就唔多啦。咁所以我寧願等佢即係回咗落去先至買翻。咁到陣時買咧就搏去破頂。